我都来这儿这么久，今日我一定要见到帝君。谢师，你胆子太大了，你再这么胡闹下去，我保不了你啊！万一哪天你被他们发现了，你怎么跟青丘交代？我又怎么跟九重天交代？帝君，听说你要大婚了，怎么学会咬人了？原来你真的只是把我当做一只宠物。三生三世枕上书，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，8度空间全码首播。